我们的人，我们产品不走到人家家庭没有用的，没有用，是没有，根本就是没有进入到核心市场上去。产品要走到人家家庭去，对，你看，是一个懂产品，一个懂 OPP 的，对，产品的人不会死，只懂 OPP 会死。是的，你用过产品，像你们现在用的洗洁精，用的他妈的 AOC。对不对？你可能去做别的，你还是会用它的。对，好，我们要的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以此类推，我们从头到一个家庭，一个家庭走，产品，对不对？只要能跟你打招呼的人，干嘛？哎，就给他产品，走进去就对了。对，一个产品示范就走进去了。对，不是一个走嘛。慢慢走，今天用这个，明天用这个，后面一个月都没讲一样、一个家庭用了十几样，差不多了，他会慢慢用其他的。是，原因在哪里？你不要看这个产品了，用了一样有兴趣，下次说，哎呦，安利好像也有这个产品啊，他就买一点，越买越多，越买越多。是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对，感情在嘛？嗯。感情上的不要讲大道理呢，哎，我们能不能见面不能讲话，那么多废话，你说再有才华一个屁用，你说是吧？对吧？见面不能讲话，真的没有用。哎，人家不跟你讲话的嘛，没有感情，对吧？没有感情，对不对？耶，爸爸的话很精辟的，照着讲就可以了，感情。走到每家每户，产品走到每家每户。最近两天大家都在微信上面都在感谢老师他们那批人。是。哎，三天不到，他妈捐了300万。300万，但是在整个疫情里面根本是什么那个牙缝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也是一股力量，对呀，捐点这边大家都汇集。我现在捐的人越多了，那个谁那个图了那个巴基斯坦，哇，来的几架飞机全部装那个口罩，对，那个医药设备，